十方诸大菩萨无量无边的啊，大家都说的是你怎么成佛的，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这是古人讲的一念但体啊，我们只要这一念，这一念好，专念阿弥陀佛，我们看念老出去，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这一句是从颂义里面揭露下来的，但唯也独也，此二句与前二句应当一起读下，前面两句是万缘放下，不起贪嗔痴与住相，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这是万缘放下。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这是一念但体啊，我们只要保住这一念，此正敬业之纲领啊。华严明十地菩萨地地不离念佛，华严经修到登地了，菩萨最后一个阶段十地圆满就成佛了啊，他们在最高阶层修成佛之道，修什么法门，通通是念佛。念佛如果不好，念佛如果有问题，到达最后最高层，他为什么要修这个法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地地是从初地到十地，这十个位次每一个位次的菩萨通通修念佛法门，给我们做见证的啊，菩萨地位当中十地菩萨位置最高了，下面是摄住、摄心、摄回向，叫三贤呢。登地叫摄圣，三贤还有修其他法门，八万四千法门。登地就放下了，一向转念。念哪一尊佛我不说，大家心里都没了，通通念阿弥陀佛了。怎么知道？华严会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他不念阿弥陀佛，他念阿佛，这不就清楚了吗？本经大教缘起品云，去来现在佛佛相念，这说得更清楚了，过去佛、未来佛、现在佛，这四个字是讲三世诸佛佛佛相念，每一尊佛都念佛，阿弥陀佛
念十方佛，十方佛念阿弥陀佛。又观佛三昧经云：二十会中，既有十方诸大菩萨，其数无量啊，各设本源，皆以念佛得。念佛得什么？成佛了，那这都是经上的经文呢。十方诸大菩萨无量无边呢，啊，大家都说的是你怎么成佛的？你说什么法门成佛的？最后都说出来，通通是念佛。成佛必定要通过十地，十地既然地地都念佛，哪有不念佛的道理？啊，前面将十地菩萨念佛是告诉我们，菩萨成佛最后一个阶段修什么？这个地方这一段话是为我们做证明。那每一尊菩萨都说出成佛的本源是以念佛得到的，有佛告呢，如今善持，持就是持名，甚恶忘食，不能把这个事情忘掉。什么是念佛？佛号，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皆说如是念佛三昧也。释迦牟尼佛来给我们做证明啊！啊，我于十方诸佛，即贤劫千佛，从初发心，皆因念佛三昧力故，得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成佛了。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在梵文称之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也翻作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一切种子。啊，本师释迦牟尼佛来给我们做证明啊，不单世尊一个人，贤劫千佛，这是我们眼前的娑婆世界的这一个大劫当中，有一千尊佛出世，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啊，弥勒来成佛是第五，啊，这一千尊佛修行正果，从初发心，都是因念佛三昧故得一切种子，贤劫千佛怎么成佛的？念佛成佛。
是故弥陀夜入世尊借十方如来从初发心皆应念佛三昧证无上菩提故但要以念诸佛也啊，这个要是喜欢要好喜欢以念诸佛啊，诸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名号可以翻作诸佛啊，阿弥陀佛这句话是梵语要是把它完全翻成中国字不是不能翻尊重不凡阿凡则无弥陀凡则量佛凡则觉阿弥陀佛就是无量觉那我们想一想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啊、无量觉就成佛了成佛就证得无量觉、啊、无量觉就是此地讲的一切种子、啊、无上菩提菩提是觉就是无量觉啊、所以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师尊在此地亲自为我们作证啊，证无上菩提故但要以念诸佛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